杨洋2018年新剧名单，《长相思》呼声最高。杨洋近年出演的影视剧还是可很多的，杨洋一出场，多少人拜倒在了杨洋的颜值之下。对于粉丝来说，追爱豆的最好表现就是对作品的大力支持啦。杨洋2018年又将会有哪些新剧播出呢？一起来跟小编看看吧。一、舞动乾坤。舞动乾坤是由深蓝影业、优酷视频、北京世纪伙伴文化、粤凯影视、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装玄幻武侠剧，由张黎执导，杨洋、张天爱、吴尊、王丽坤领衔主演，释小龙、柳岩、左啸坤、董晴、杨浩宇、冯俊熙等联袂主演。该剧改编自甜蚕土豆的同名网络小说，主要讲述了围绕在平凡少年林动、杨洋氏身上的励志与磨难、真情与热血，他在逆境中修的至尊武学，战胜奸佞邪恶，最后成为救世英雄的传奇故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是杨洋首次挑战从少年到中年的跨度表演，无论是少年的活力与热血，还是中后期的成熟与历练，杨洋都展示出了立体鲜明的英姿魅力。二、全职高手。全职高手讲述了一位网游大神叶修在经历挫败后重回巅峰，获得最高荣誉故事。在这一路的奋斗旅程中，逐渐找回自我的状态，和女主齐心协力，成为了最搭拍档的故事。此前动漫的播出就引爆了网络，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，大家纷纷称赞良心好剧。对于这次改编成电视剧，大家也是纷纷表示了期待。故事的男主角叶修，杨洋氏，是个不修边幅、略显颓废的人。很多网友觉得杨洋太帅，而叶修在原著中是个有些邋遢的颓废男形象，怕杨洋的造型不能过关。不过，杨洋此前在电影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中是演了一个理科男毛十八，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一定知道，毛十八是个邋遢天真的人。杨洋在电影中很好地诠释了毛十八的角色，小编相信这次杨洋挑战大神叶修，也会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。三、长相思。由梦幻星声源出品的电视剧《长相思》曝光首款概念版海报，下半年正式启动开拍，现阶段还在选角，究竟由谁来出演你心目中的小妖和香柳呢？目前网上呼声最高的当属当红鲜肉和花旦杨洋、李易峰还有赵丽颖。该剧讲述的是蚩尤与西凌恒的女儿小妖，和世代经商的涂山世家的公子涂山璟、神农一军将领笑柳、自小分离的表哥颛顼几人之间的恩怨情仇，谱就一曲荡气回肠的相思曲。四、旋风少女第三季。旋风少女第三季是根据明晓溪同名小说改编，
是一部现代青春励志剧。旋风少女讲述的是发生在跆拳会馆中少男少女们的青春爱情故事，是明晓溪原创中极具人气的作品，因而小说真人化，将拍摄成影视作品的消息一出便引发了众多书迷们的热烈讨论，其中演员阵容当属大众最关心的问题。而第一季最终确定由杨洋出演，也符合了大部分书迷们的要求。若白的眉清目朗完美演绎，给广大书迷及观众带来了热血青春的感受，深得观众满意。五，你和我的倾城时光。你和我的倾城时光于2017年8月份左右开拍，由北京光彩影业传媒有限公司出品，导演周林浩，编剧季安。该剧改编自丁墨的同名小说，杨洋在该剧中饰演富二代总裁厉志成，赵丽颖饰演刚出校门创业碰壁的都市白领林浅。这部电视剧最具特色的要素，剧情中血雨腥风的商战，一个初出茅庐的富二代慢慢在各种困难中成长，在红颜知己的辅助下逐渐成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商界大咖。